来听听小圆的故事。我前段时间拍王小帅导演的电影《地久天长》，然后就让我演一个小镇青年，就走路都是这样，让我不化妆，每天吃海鲜吃辣的，让我爆痘，哦，故意爆痘，会爆痘。但是我很争气的是什么呢？一个痘没爆。我拍的时候一个痘没爆，结果现在好了，现在不拍天天爆痘，气死我。